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第一批的人与基督作王一千年，但是第二批回来的人才来。最后后面下面继续讲，死亡跟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唯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所以第二次的死是什么？真的死。怎么死法？丢在火湖里面。你想，哎，等一下，我复活了，我丢在火湖里面，那不又死了吗？那就算了嘛，对不对？好消息，各位，你第二次的 你复活以后，那个身体哦，跟现在不一样。现在这个我只要流血超过30%，我大概就活不了了。但是以后那个身体呢，哦，是不会死的。以后那个新的身体，我们下次会讲啊，那个新的身体是永远不会死的，永远活着的。跟耶稣一样，你想看，这个耶稣这个身体永远不会死的，但是呢，还可以享受阳光明媚、春风拂面啊，好开心啊！可以去做 SPA， 身上还是有感觉，身上当然有感觉了，对吧？你身体做跟现在完全一模一样，可以享受吃的东西。耶稣复活时候，耶稣也吃鱼啊，他也享受东西啊。你身体享受所有的感官，所有都有，但是不会死。你说你最好要活在哪里？活在天堂。跟耶稣在一起，但如果你身体不会死，你永远活在火湖里面。火烫不烫？烫啊！哎呀，烫了！怎么还没有烧焦啊？哎呀，好痛啊！哎，怎么还没死啊？啊！怎么还没死啊？这叫做生不如死。各位，这个才叫做第二次的死。我现在灵魂离开身体，我倒下去了。没什么了不起，一了百了。但最重要的是，我如果复活以后，我有新的身体，我有所有的感官，我在火湖里面永远承受着痛苦。我想我撑不下去，我自杀算了，可是我又死不了。这就叫做永远的刑罚。一千年之后，所有的人都复活，然后有一个审判。相信神的人，遵照神的旨意行的人，永远跟耶稣在一起，活到永永远远，到无限大。不信主的人，没有照着神的方法做，甚至所谓不得胜的人，永远在地狱火湖里面受刑罚，到无限大。哇！所以你大概明白这个过程了哈，大概明白这个过程了哈。先是第一批人复活，然后在地上过了一千年，第二批人全部都复活了，复活以后最后的审判，得胜的跟耶稣同一起，不得胜的永远在地狱里面受刑罚。所以第一次的死叫做灵魂离开身体，第二次的死叫做永远受刑罚。第一批复活是那些寻道的跟没有拜兽像、没有拜兽、不受印记的人，并第二批复活是所有的人。而你要知道，你复活以后你要在哪里？各位，人都会复活，只是活了以后你在什么地方吧。各位，这不是我自己编出来的，是圣经上写的，甚至我告诉你是耶稣讲的。有关于地狱的事情都是耶稣讲的，都是耶稣在世上时候所讲出来的。但是我们通常喜欢听耶稣说信我的要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，上上上上上。我们很少会去听到耶稣讲关于地狱的事情。各位，你相信耶稣吗？你相信耶稣吗？相信。你如果相信耶稣，你就应该相信耶稣的话，对吧？对吧？各位，这是耶稣讲的，这不是我说的。我请问你，如果你相信了耶稣的话，相信了耶稣所讲的将来的世界，你死后以后会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我请问你，如果相信了耶稣所讲的这一套，你损失了什么？你损失了、你没有损失、你信耶稣，你来照顾你损失什么？损失什么？
所以是我礼拜天早上没有办法去吃顶山。你愿意去吃顶山呢，还是愿意来教会呢？教会。教会有顶山吗？你如果信了耶稣，你损失什么？ 我觉得没有，我觉得反而更多。对啊，我信耶稣有这么多好朋友，这么多家人在我周围，你看我们周围都是家人，都是弟兄姐妹，是吧？而且我很快乐，我有盼望。我损失什么？损失叫我要做个好人。做好人是损失吗？信耶稣得到什么？得到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我相信耶稣的话，我得到的这么多。好，如果你不接受耶稣的话，我请问你损失什么？哪有这么回事？牧师都是这样讲，骗人的，怎么最后损他？才没有这么回事的。都是乱讲，就是为了捐教会捐钱，我才不相信呢。如果你不相信我讲，不，如果你不相信耶稣讲，你损失什么？你相信耶稣讲的，你顶多就是礼拜天来聚会，还不是每个礼拜都来。是不是？像今天有人去跑步去了。对啊，你损失没损失？但如果耶稣讲的话是真的，我不信，你的损失不是在，不只是在现在，你的损失是永远。我们去 interview 的时候，去公司 interview， 我说你的五年计划是什么？在我们公司，五年之后你要做什么？报告啊，老板，五年之后我打算在我们的销售部门好好的学习，然后呢，我希望能够在北京为贵公司能够开一个分公司，这是我的五年计划，希望能够为公司尽一点力量，这是五年计划。我现在要问你，你的千年计划是什么？你千年以后你要做什么？跟耶稣在一起。跟耶稣在一起。你的千年计划要做什么？千年计划，我下午要干嘛我都不知道。你记不记啊？下午要干嘛？答对了，要做操。我请你现在还有时间的时候，好好想想你的千年计划是什么。如果我跟你说，如果耶稣跟你讲是骗你的，你顶多损失了礼拜天早上，不能去饮茶。礼拜天下午去一下也可以。关门了，关门没有。顶多就是不去一下。顶多就是做个好人嘛。顶多就是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嘛。对吧？顶多就是读圣经嘛。顶多就是爱你的先生，爱你的妻子，爱你的孩子。顶多就是这样嘛。这样不好吗？但如果耶稣讲的是真的，你不相信。后悔都来不及。你永恒的状况什么时候决定？你现在不存 RSP， 你退休以后的生命就，你退休以后的生活什么时候决定？现在决定。你将来要不要健康？什么时候决定？在你要不要把那个 cheesecake 放到嘴里的时候啊？许多事情上，你永恒的所在就在你今生来决定。如果我是你，我会好好做决定，因为我这个决定影响我永恒的所在。我不知道你做的这个决定没有，我不知道你来教会是因为牧师很好笑，还是东西很好吃，还是真的，哦，原来有这么回事。如果你还没有做决定，我请你做个决定，我请你决定你一千年之后你要在哪里。
你要在上面，还是在那个很热、很热、很热、很热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借着首先跟耶稣一起死一下，跟耶稣一起死了，跟他一起复活，在你的老板面前，在你的仇人面前，在你的四位老公面前，你的朋友老婆面前死一下。你有没有发觉老婆本来黄脸婆，你死了以后回来看，哇，怎么那么漂亮啊？因为你已经是心脏的人了，可不可以？好不好？我们要领圣餐，首先我请各位，如果你还没有做过这个决定，还没有说我不知道我要干嘛，我觉得来教会只是来参加一个聚会而已。如果我今天我决定我要千年计划，我要在上面，如果你决定你千年计划要在上面，我请你站起来，好吧？我不是说你有没有受洗信主，我是问你，如果你决定千年计划你要在上面，我请你站起来。刚才有一首诗歌，我坐下，刚才诗篇139篇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晓得。各位，你站起来了，谁晓得？谁晓得？上帝都晓得。我相信各位今天都做了一个决定。耶稣背负了我的罪，耶稣背负了我的罪，所以我可以不用第二次的死了，我可以不用永永远远活在痛苦里面。如果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做什么，我们在领圣餐，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死，纪念他的复活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拿一个饼，拿一个杯。我不在乎你有没有受过洗。如果你要，你还没有拿到，你可以举手，我们的同工会拿给你。不在乎你有没有受过洗，只要你知道你在干什么。我们是在纪念耶稣的死，纪念他的复活。拿到以后，你先拿着，我们一起祷告，好。我必须要问你这个问题。有谁你还没有办法饶恕他们？有谁你想到他就生气的？有谁你一想到他你就会流泪，就会难过的？有谁还欠你那个饼干？有谁把你打在地上，让你丢脸，让你羞辱，给你痛苦？有谁你还不能饶恕他？你今天知道饶恕是什么？也许他没有悔改，但是是你自己决定，我要把他的那个得罪我的牌子放在耶稣的身上。如果还有这个人，还有这个没有饶恕的，我请你在你脑海里面，你看到这个人的图画，看到这个人长什么样子，然后请你在脑海里面看到他的身上背着一个得罪我的牌子。如果在脑海里面看到这个人，他的身上背着一个得罪我的牌子，如果你愿意，我请耶稣基督到你这个图画里面，好不好？耶稣，请你来到我们的这个图画里头。
请你饶恕这个人，借着把他身上得罪我的这个牌子拿下来，我请你放在耶稣的身上。现在做这个动作，在脑海里面把这个人得罪我的牌子拿下来，放在耶稣的身上。然后跟着我开口，我们做这个祷告。你要从你口里说出来，真诚的用你的口说出来。耶稣基督，我愿意饶恕这个人，好，把他的名字说出来，他是谁？说出来，小声的说出来。我愿意饶恕他的过分，我把他的罪放在耶稣的十字架上，他不欠我了，他不得罪我了。我释放他得自由，耶稣，我转向你，我听了你的话，饶恕了他，请你祝福我。现在可以享受这个饼跟这个杯。现在就来验证耶稣的祝福是什么。在座有没有是你不舒服的？怎么样？有没有是你不舒服的？有的话请举手，有的话请举手。任何疾病都可以，任何疾病都可以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举手，在座要举手。好，你看你隔壁旁边的人有没有人举手的？你旁边的人如果举手了，我请你按手在他身上，然后注意，好，不要祷告，不要祷告，不要祷告。我请你。你要先问他，我可不可以按手在你身上？好，好，你把手放在他的身上，你把你的手放在他身上，然后我要请你说这几个字，真诚的说出来哈，不要祷告哈，不要祷告哈，真诚说出来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得医治，就这样。好，按手在他身上哈，来跟我一起说哈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得医治。好，检查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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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改变？有没有改变？有，有没有改变？腰现在不痛了，腰不痛了。嗯，我没有按手哦，不是我的事儿。有没有改变？有没有没改变的？没改变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耶稣祷告两次，我们再来一次，好不好？来，请别按手在你身上哈，跟我说同样的话，不要多说啊。来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命令你。得医治，得医治。好，检查一下。轻松了。嗯，行。嗯，怎么样？好些了，好些了，越来越好了。越来越好了，啊。还有没有？哎，真的有这么灵啊！现在举手也还来得及，你现在有病要举手也来得及哈、好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啊！按手在对方身上，我们再讲同样的话，好不好？啊，不是因为你话多，而是因为你有决心相信神。来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命令你，命令你得医治，得医治。好，检查一下。
这是身体的医治。我现在请你祝福你旁边的人，各位，如果上帝可以医好他的身体，可不可以医好他的家庭的关系？可不可以医好他的工作的状况？可不可以医好他的忧郁症？可不可以减轻他的皱纹？为什么不好，我请你祝福旁边的人，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他的家里关系、他的婚姻状况、他的财务状况、他的工作关系恢复神的心意，命令下去，然后为他祝福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为你周围的祝福，祝福完以后，我们今天聚会到这边结束。隔壁有茶点，你可以享受茶点。代表团队可以到前面来，如果有人愿意接受祷告的，请代表团队在前面为你来祝福祷告。神恩典与你同在，奉耶稣名。